亚凯迪亚市市议员选举在今天下午开完最后500多张的票，现在正式计票结果出炉。 Tom Beck、 戴守珍以及 Roger Chandler 三个人顺利的当选亚凯迪亚市市议员，唯一的华裔候选人戴守珍参选12年来4次落选，但这次打赢选战，以第二高票当选。